我们有正面的练习，有斜面的练习，有小步装，有大步装，对吧？啊，都练，就是拿起各种装法来，我们都能怎样呢？得心应手，这个是很关键的。那么呢，通过事例，我们呢，这个呢，把这些事例都综合起来，你在练的过程当中，你才知道你站桩的，你那个站桩的作用性，包括它的存在的意义，对，从事例才真正的能认识到。再接一个下一步呢，我们就要直接把推推手，哦，那就是为啥要推手呢？推手是个双人施力，这样呢才能把身体上的可向机能才能充分。